在是用304的，我怎么知道哪里？只有这个头而已啊，那其他都没有，它只有这个出头是三。中国制造哦，烂东西。啊，你说和联呢？应该也是中国制造。哪里？哪里？中国制造哦，虾米？现在应该Made in China。